好，来，在这一边 section A 呢，我们要做 expand 这个乘出来，所以 3p square 减432pq， 所以 3p square 减 12pq， 然后 k 是 constant， find the value of k， 你就这一边呢，它给我们的是这一个东西，你就自己跟它 expand 出来了，所以你在这一边这样乘的时候，它这一个就会变成 x 2减 2x 加 7x 减 14， 所以它这一个呢就会变成 x 2加 5x 减 14， 所以它的 k 是减 5， OK 减 14， 所以加 kx， 加这个是 5， 所以 k 会是等于 5， 所以我们在这边我们对比啊，这个是 kx 啊，然后这个是 5x 啊，所以我的 k 就会变成5哦。好，接着这一个它要我们做 factorization， 我前面一样的是 2x， 然后它剩下 y 加 6， 后面我抽简易出来，它这个是 y 加 6， 所以它就变成 2x 减 1， 然后 y 加 6， 所以 2x 减 1y 加 6， 然后接着在这一边的时候呢，它这一个它要我们 simplify， 所以我就把它乘出来先，所以它这一个变成 2ab 减 8a 加 7b 减 4728 加 10ab 减 15a， 然后它变成 12ab 然后减 23a 加 7b 减 28， 所以它这一个就会变成 12ab 减 23a 加 7b 减 28， 所以它答案是 D。这一边它的这一个要我们找它的 factor， 所以我的这个 5a 挂弧 a 加 b 的时候，我有 e 55， 然后 a 5a， 然后 a 加 b 5挂弧 a 加 b， 所以 a 挂弧 a 加 b， 然后5挂弧 a， 然后 a 加 b， 所以 5a 挂弧 a 加 b 乘 e 155，然后 5A 就配 A 了，然后我的这一个还有 A 挂弧 A 加 B， 然后过后呢我还有那个什么 A 加 B 和5挂弧 A 加 B， 这样 A 加 B 5挂弧 A 加 B， 接着它要我们 match 这一个 X 加 Y 的 square 呢，我其实可以知道前平方后平方前后两倍在中央这样的东西啦，我自己本身也知道它应该是 x2 加 2xy 加 y2 啦，然后可是如果你不会的话你是这样乘哦，所以它会变成 x2 加 xy 再加 xy 再加 y2， 所以它的这一个是 x2 加 2xy 加 y2， 然后这一个是 x2 减 2xy 加 y2，这个是这样，这个是这样 ，OK， 因为我在这边这样乘，它就变成 x 2加 xy， 然后这个我乘，然后它这边我的这个 x 加 y 乘 x 减 y 的时候，我在这边这样乘，然后它就变成 x 2减 xy 加 xy 减 y 2。来变成 x2 减 y2， 这个是平方差公式，你要懂 x2 减 y2 等于 x 加 y 乘 x 减 y， OK， x 加 y 乘 x 减 y 会变成 x2 减 y2， OK， 然后刚刚的这一个它是减的话，它这一边就减，然后这个就减，然后这边就减，就是这样。好，接着我们看 section C， 它要我们 expand 这一个，所以我的2减2挂弧 p 减 1， 然后 p 加 1， 所以它会变成减 2p2 减 1， 然后它会变成减 2p2 加 2， OK， 减 2p2 加2。在这一边其实我这一个这样乘，它这一个呢会变成减 2， 然后 p2 加 p 减 p 减 1， 然后我的这一个加 p 减 p 就没有了，所以它就变成减2挂弧 p2 减 1， 然后接着我在这边这样乘进去，减 2p2 加2。
然后第二题，我的这个 5y 减 2x 的 square， 给我，我会直接 25y square 减 20y xy， 然后再加 4x square， 然后我的这个 5y 减 2x 乘 5y 减 2x， 我在这一边这样乘乘乘乘，所以它会变成 25y square 减 10xy 再减 10xy 再加 4x square， 所以它会变成 25y square 减 20xy 加 4x square。 好，然后 B 这一边它是一个 trapezium 呢，我们知道 area for 那个 trapezium 呢是二分之一上加下再乘高，所以这个是上，这个是下，这个是高，所以我的这个的 area 呢是二分之一2x 减5加 4x 加3，然后再乘 y 减1。 OK，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它这个就二分之一，这个是 6x 减2，然后 y 减1。我看这个 6x 减2，我可以把2抽出来，它剩下 3x 减1，然后 y 减一，然后这边这个我可以越减，然后这个这样乘乘乘乘，所以它就会变成 3xy 减 3x 减 y 加一，所以它会变成 3xy 减 3x 减 y 加一，然后我挂弧放 cm square。 好，在这一边它这个图是 plan of 那个 Ayub 的 office， 它要找 area of 他的 office， so 在这边呢，我们要知道我们有那个一个长方形，这个长方形非常简单，它就长乘宽而已啊，所以它是 p 加6乘 3p 加1，所以我们在这一边这样乘乘乘乘，所以它会变成 3p square 加 p 加 18p 加6，所以它会变成 3p square 加 19p 加6。然后接着呢，在这一边的时候，我的这一个是另外一个长方形，然后另外这个长方形呢，我们的这一个长它是整个 4P 加5减掉 P 加6，所以它会变成 4P 加5减 P 减6，所以它会变成 3P 减1，然后它的宽度，这边宽度它是 3P 加1，整条是 3P 加1减掉2，所以它其实是 3P 减1，所以我的这一个 area 呢它就会变成了那个3P 减1，哦，乘 3P 减1，哎呀哎呀呀呀呀呀，两个都是一样的。其实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它事实上是一个 square， 题目图画画错了。OK， 因为两个都是 3P 减1啊， it is a square。OK， 然后题目画错了。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它是 9P square 减 6P 加1。OK， 在这一边我的这一个这样乘乘乘乘。所以它这一个会变成 9P square 减 3P 减 3P 加1，所以 9P square 减 6P 加1。好，在这一边的时候呢，我们的那个 total area 的话呢，就是这两个加上来了，所以我的这个 total area 是这两个东西跟它加上来，然后我的这一边我要把这两个加上来，所以我的这个 area 呢 total， 所以我的 area for office 啊，不是 total area， 在这边，所以我的 area for office 会是等于 3p square 加 19p 加6加 9p square 减 6p 加1，这样，这个加这个3加9 12p square， 19减6 13p， 6加1 7，然后 meter square， 所以它这一个就会变成了 12p square 加 13p 加7。好，就是这样。来，接着我们看第二题的 A， 它要我们 simplify， 所以乘这个直接减 6p 乘，
所以它会变成 5KP 加 5K 减 12P 加 18KP， 然后这一个它就变成 23KP 加 5K 减 12P， 然后它就不能够再减了。然后这一边这个层，虽然讲我可以看到它是平方差公式，我这一边，但是我还是慢慢乘出来了，16m2 减 4mm 加 4mm 减 m2 加 5m2 减 30m。 然后我在这一边的时候呢，我的这一个减这边就没有了，16m2加 4m2 减 30m， 这个就是我的答案。 Diagram show Rubik cube， 然后 surface area 是 the surface area of face 是这一个， find the volume， 其实它不是 surface， 它是 area of a face， OK， surface area of a face， OK。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它是这一个 k2 加 16k 加 64， 然后你就把它想象成它是这一个 kk， 然后8864加8。所以它这一个呢，你能够想象它其实是其中一面， OK， 然后它四边都一样，然后是 k 加8。然后我要找它的 volume 的时候呢，我的长宽高都一样，所以它是 k 加8乘 k 加8，然后再加乘 k 加8，所以它这一个是 k 加8的 cube， 然后 cm cube 这样。好，接着我们再来看 c， the production cost for 这一个 n 加4 unit of die a是这样多，然后 5N unit of 这个是这么多， OK， find the total cost for a unit of type A and a unit of type B， 它要的是 total 的那一种。你在这一边呢，它是type A 的情况之下呢，我们知道 type A 它有n 加四个，然后它总共的 cost 是 2n2 加 9n 加4。你就想象一下啊，假设它这一个是10块钱，然后它五个，所以它一个是多少？这样一个的情况之下呢，一个它就是这一个就10除5哦，等于2块钱哦。所以我要找一个的时候，我就知道哦，我要找一个的时候，我是用这个来除这个。所以我的这一个 A 的 2N2 加 9N 加 4， 我整个要除 N 加 4， 然后我上面的这一边我知道它一定是有 N 加4的存在了， OK， 它这个一定是有 N 加4的存在，这样它才能够跟它约减了。所以它这边是 N 加 4， 然后我这边有 N 加 4， 然后 2N 128然后加 1，OK， 所以428加 1， 然后你的这个 n 加 4，n 加4就可以约哦。所以它是有 2n 加 1， 是它的那个这个就是它的 cost 啊 ，Rm 2n 加 1 per unit a，OK。然后接着我们就可以进去继续那个 B 的那个部分。 B 的部分呢跟 A 的一样，它总共有 5N 个 unit， 然后它的价钱是 N2 加 3N， 所以同样的这个除这个，所以在 B 的这个部分的时候呢，我的 N2 加 3N over 5N 的时候，它 N 抽出来 N 加 3， 然后这个是 5N，然后 n 月，所以它这一个就会变成了那个 n 加3 over 5。所以我们要找它的那个total cost 的话呢， total cost for 一个 unit A 跟一个 unit B 的话呢，
它是我的这个 2n 加1加 n 加3 over 5，它的分母是5嘛，所以我这一边它是 per 1，我就乘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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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它这一个它就会变成了那个 10n 加5加 n 加3 over 5，所以它这一个是 Rm， 然后括弧 11n 加8 over 5、啊、好，就是这样了。好，来，在这一边我这样乘进去，所以我就 x2 加 x 加 3x 减12，然后它会变成 x2 加 4x 减12，这个乘进去，所以它会变成 mm 加 m 加 2m 减2加 2m 加6，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呢，这一个它就会变成了那一个m 加1 2m 加1 m 2括弧 m 加3。好，所以我这一边呢，我就 mm 然后加 n加 4m 加 4， 所以我把 n 抽出来 m 加 1， 我把4抽出来 m 加 1， 所以我这一个是 m 加 4 然后 m 加 1， 然后这边开括弧我就 xx 然后6×2=2加4减2， OK。 好，在这一边的时候，这一个其实是 x减2， OK， 然后那个什么，它这一个是 x 减2 x 加6交叉乘，所以 x 2减12 6x 减 2x 4x， OK。 当然我们还可以用这样的事情 mod， 然后 equation 2 polynomial degree 2，然后我这一边就有 e 4减12，然后他拿到的是2，然后过后呢他还有一个是减6，这样。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我这一边就有 x 等于2， x 等于减6， x 减2等于0，然后 x 加6等于0，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我把我的这一个 x 减2放进这一边，然后我的这个 x 加6放进这一边，这样。好，好，接着这一边这样乘，然后我上面这边就326 6t 减 3t2 加 4t2 减 8t 加 3t 减6，然后整体在这一边呢，我再除这一个开括弧，它这一个是7 t 跟 t 3721加减 OK， 然后它上面这一边就会变成 t2 减 5t， 不是，这一个是加 t， 6加3 9加 t，然后减 6， OK， over 这个 7t 减 1， 然后 t 加 3， 你的 t 你记得要这样写哦，不然你的 t 就好像那个加这样。然后我这边开括弧 tt， 然后它就有236加3减2，然后 over 这一个东西它是这个 7t 减 1， 然后 t 加 3， 然后 t 加 3 t 3，所以它这个的答案会变成那个 t 减 2 7t 减 1， 就是这样，这样 t 减 2 7t 减 1。 你的那个 t 你写成这样的时候，因为看起来像加，然后你的那个7加3它会变成加加3这样， OK。 好，好，接着我们看 C，
它有一个 cardboard 的话呢，它其实是一个长方形啦，然后 cut the cardboard into rectangle piece with length 这样。Justify whether she can cut the cardboard into several pieces without any remaining cardboard. So 我在这一边的时候呢，我的这个 area 是这个 xy 加 3x 加 8y 加24的时候，我前面把 x 抽出来，它有 y 加 3， 后面把 8抽出来，它有 y 加 3， 所以我就有 x 加 8， 然后 y 加 3。 OK， 所以它这个是 y 加 5， 它这个是 y 加5的倍数吗？不是。 OK，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 x 加3是它的一个 factor 吗？不是。 So 我们可以，所以它的那个答案是 no。 OK， 为什么呢？因为 because 那个x 加5 is not the factors of这整个东西，所以它就不是哦，所以它就不能整除它了，这样啊。其实这一题我有所保留，如果我的这个 y 加3是那个 x 加5的倍数，这样也可以啊，或者啊这样，但是它的概念是这样 ，OK， 那个出题老师的 idea 是这样，我们就跟着出题老师的了。这样 OK， 好，所以这题就解决了。在这边我们要 simplify each of the following， 所以我在这边我有 14x 减这整个东西，有可能开括弧 9x 加 30x 加 25 减这整个，我想象它有括弧的存在，这样乘乘乘乘，然后它变成 20x 加80减 2x 减 8x， 所以它变成14减 9x 减 30x 减 25 减 20x 减 80 加 2x 加 8x。OK。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我的 x 块减 9x 块加 2， 它会变成减 7x 块，然后接着呢减 30 减 20 减 50 加 8， 然后减 42x， 再来这一边它的这一个是14减 25， 它是减11 OK， so 我在这一边我就有14减 25， 14减 25， 我拿到的是减 11， 然后我的减9加 2 它变成减 7， 然后减30减20加 8 减 42， 所以我可以把它 factorize 出来嘛 ，mode， 然后这一边这样减7放进去，减42放进去，减11放进去，它不能 factorize， 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呢，我就直接减括弧 7x 加 42x 加11，然后接着 B 的这一题，等一下，刚刚这题我这边做错了，然后在这一边的时候呢，这个是 14x， 我的 x 吃掉了，这个是减 80， 所以减9加 2 它变成减 7x 块，然后14减14加8就 22， 然后再减50就减 28x，然后这一个减 105， 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我的这一个mode 这一个 polynomial 2减7等于减28等于，然后减105等于，不能，然后我在这一边的时候，我的105它是7的倍数嘛，
是，所以我可以把减七抽出来，然后 x square 减四 x 减十五，减减加减都抽出来了，所以它是这一个，嗯。来，接着我们看下一题，这一边，这一个我就乘乘乘乘乘乘，所以它这一个会变成 2ab 减 8a 加 7b 减 4728 加 10ab 减 15a， 所以它这一个是 16ab 然后减 23a 加 7b 减那一个28，然后它的分组分解法不能不一样的东西，所以这个就是它答案了，嗯。好，接着这一题还有我们 simplify， so 我先把这边处理掉它先，我的这一个 6HK 加 10K 减 3H 减 5， 我上面可以把 2K 抽出来，它变成 3H 加5，后面我把减一抽出来，它会有 3H 加5，所以它这个是 2K 减一，然后 3H 加5，我不要整体这样在那边做，因为我整体在那边做的时候呢，它就会很麻烦的那一种，所以我在这一边我这一个就有 2K 减一，然后 3H 加5，然后 2HK 乘 8K square H over我的这个 9H square 减 25， 它是 3H 的 square 减5的 square， 所以它会变成 3H 加5，然后 3H 减5，所以 3H 加5，然后 3H 减5，加 4K over H， 然后我在这边 3H 加5 3H 加5月，然后122428，然后我的这个 K 跟 K square 月，然后我的这一个H 跟 H 月，嗯，所以它就会变成 2K 减1 over 3H 减5加 4K over H， 我的这一边我乘 H， 这一边我乘 3H 减5，然后我这个这样跟它乘进去，所以它的这一个它就会变成了那一个 2KH 减 H 加 12KH 减 20K， 然后整个 over 那一个H 3H 减5，所以它在这一边它这一个就会变成了那一个 14KH 减 H减 20K， 然后它下面它的就乘出来，可是我不要乘 H 挂弧 3H 减 5， OK， 嗯，来我这边我应该有东西做错了，我的这一个它是 2K 减 1 3H 加5，然后这一边我的这一个这样乘进去，它剩下的是 2K 减 1 2K 减13H 加 5 3H 加 5 3H 减 5 2KH 减 H 12KH 减 20K， 嗯，好，应该是没有做错啊，这边呢这个是 4， 这边还有一个 4K， 这边还有一个 4K， 我刚刚这边我的这个还有一个 4K 我没有写到，所以我这里有做错了，这一边它这一个是这样，然后它还有一个 4K， 所以我在这一边我这个乘进去的时候呢，它这一个就会变成了那一个 4KH 减 4KH， 然后 4288HK2， OK， 我做错了，好，所以它在这一边它这一个就会变成 8， 嗯 HK2
加八 kh 减二十 k， 三 h 减五是三十二。等下。好，在这一边的时候呢，它的那个提供的答案是二 k square h 加十一 kh 减二十 k。然后我的这个答案跟他的这个答案不一样的原因了，所以在心里想，可能是这个我就找出来的原因了，就是说他这一个呢，他其实是他在这一边的时候，他是那个 h， 然后他的那个四他没有乘进去，二 k 减一，然后他这一边就有那个 h， 三 h 减五加这个四 k。然后 3H 减 5 over H 3H 减 5， 然后它就会变成了那个什么2K square H， 然后减 KH 加 12KH 减 20K， 然后的然后它的那个答案就可以跟作业的一样，然后 H 3H 减 5，然后在这一边它就会变成了 2k square h 加 11kh 减 20k， 然后 over 这个h 括弧 3h 减5，可是它在这一边它其实少了一个 4， 所以它那个答案是错的。然后在这一边的时候，这一个我这一边是我觉得应该要用 alphabetical 了，所以它应该是 HK 了。好，接着我们再来看 C 的这一题。C 的这一题应用题呢，它就是说我们有那个小屋 ，OK， 然后一块地，然后那一个土匪的部分种菜，然后它要围起来，然后小屋那边不用围，然后 find the length of fan wires。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它的这一个 shaded region is planted with vegetable with area 这样。OK，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我的这一个整个的 area 呢，是整个 area 的 land 呢，是这一个 5A 加 2B。乘 A 加 3B， 所以我在这一边我这样乘，然后它就会变成了 5A square 加 15AB 加 2AB 加 6B square， 所以它这个是 5A square 加 17AB 加 6B square， 所以我的 area of 那个物质是 5A square 加 17AB 加 6B square 减掉整个 3A square 加 2AB 减 B square， 所以它会变成 5A square 加 17AB 加 6B square 减 3A square 减 2AB 加 B square， 所以它会变成 2A square 加 15AB 然后再加 7B square， 然后它就会变成了这个开挂弧 A 2A 2714加加，所以它这一个是 A 加7跟 2A 加1，我假设这一个是 A 加7，倒反过来也是一样的答案，这一个是 2A 加1，这一个也是 2A 加1，所以它现在要围起来的时候呢，这一边其实我做了笨的东西。为什么我讲我做了笨的东西呢？其实我可以直接把这个踢上来，这个踢过来，这边跟这边一样嘛，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你看这一个也等于这一个，然后所以这两条加上来就是这一个，然后过后呢，我的这一个踢上来的时候，我的这一个也等于这一个，这样吗？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呢，这一些其实是不需要了 ，OK。但是我可以都已经做了，我就继续把它做完它喽。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你要把它变得很复杂的话呢，这一个是我的这一边，它是5a 加 2b， 然后减掉 a 加7，然后5a 加 2b 减 a 减7，然后它会变成5a 加 b 减7。然后这个地方呢，它是属于那个什么 a 加 3b 减掉 a 加7。这个是 a 加，这个是 2a 加1，这边是 2a 加1。2a 加1减 2a 减1，然后 5a 加 2b 减 2a 减1，这样 OK 好。所以这一个它就会变成了那一个a 加 3b 减 a 减7，所以它会变成 3b 减7。所以我的那个 perimeter 呢，它就会变成了这一个a 加 3b 加 5a 加 2b 加 3b 减7加 2a 加1加 a 加7加这个 5a 加 2b 减 2a 减1 5a 加 2b 减 2a 减1。你看在这一边的时候，我的这一个减 2a a 2a 减 2a， 然后接着我的这一个 e 减 e， 然后我的 a 6a 12a，然后 3B 3B 2B 2B 10B 减7加7没有，所以它这一个是 12A 加 10B。 我拿到的答案跟那个参考书提供的答案不一样，但是照我刚刚的这个讲法，我把我的这一个长度替上来变成这一边，然后它就是等于这个，然后接着呢，我再把我的那一个这一个的长度替过去 ，OK， 它就变成这一个，所以我其实就会变成这一边它是一样的，这一个是这一边是整个是5a 加 2b， 然后这整个是 a 加3，所以它的 perimeter 呢就会是等于那一个什么？5a 加 2b 加 5a 加 2b 加 a 加 3b 加 a 加 3b， 所以它就会变成 12a 加 10b。 OK 好，我懂，我怎么拿不到课本的答案了。他说他的那个四边都不要有，所以就是说他其实这个不要，这个也不要，其实是他这边不要，这边也不要，所以他这边不要跟这边不要的情况之下呢，我的这一个它就会变成了，来我这个我的这一个它的 perimeter 呢，它就会变成了 a 加 3b 加这一个这个我叫怎样的这一边 copy， 然后来这一边 OK， 它所以我这一个我把它想象成这样的东西 OK， 它在这一边的时候我这两个不要，这两个不要，好，我这两个不要，OK， 这两，那这样，这一边，我的这两个不要，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它的 perimeter 呢 ，OK，
是等于 a 加 3b 加 5a 加 2b 加这一条 a3b 减7再加这一条 5a 加 2b 减 2a 减1，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11A 减 2A 它变成 9A。然后过后呢这一个 3B 加 2B 再加 2B, 它变成加 7B。A, 5A, 这边11减 2, 9。三三六，哎，等一下啦，在这边我弄错了，它应该是十，三加三加二加二，十 b， 然后再啊减八，我还是拿不到那个课本的答案，我猜它是这样。这一边它的这一个呢，它 这两个地方我换一下它的位置， OK， 就是说这一个这一边它是 A 加7，然后这一边是 2A 加1，所以我的这一边它这一个是减 A 加7，然后它会变成 5A 加 2B 减 A 减7，然后这一边是A 加 3B 减画弧 2A 加 1， 然后 A 加 3B 减 2A 减 1， 然后减 A 加 3B 减 1， 所以它的 perimeter 是 A 加 3B 加 5A 加 2B 加减 A 加 3B 减 1 加 5A 加，没有，这个是 4A 加 2B 减 7，然后加 4A 加 2B 减 7， 所以这一个这个减这个没有了， OK， 然后我在这一边5加 4 它变成 9A， OK， 然后3加3加2加2加 10B 那减8，我不知道要怎样可以拿到课本的那个 9A 加 2B 啊，课本的答案是 9A 加 2B， 9A 加 2B， 可是我拿不到它的答案。好，这一题拿不到答案呢，算了，不要纠结，就是这样。